当然认得。李成贵，你这逆贼，你来干什么？亲眼看着我死。我来这只是想和你讲完恭敏王的一生，何不听完再说呢？说。新朕死后，恭敏王需要新的办法去稳固朝堂，培植自己的亲信。在洪武五年十月设立子弟位，选拔名门贵族中的年少貌美者入仕，其权势甚至比肩新朕。我认为恭敏王意在一方面作为人质控制贵族，一方面作为他拉近与新一代贵族关系的方式，为他日后的理政埋下基础。可惜他最终还是栽在了这件事上。先不提这个，恭敏王最后的目标是半岛的南方丹罗，曾经是高丽的最南疆。蒙古和高丽的战争结束后，作为投降条件的一部分，丹罗送给了蒙古人。元朝派人到这里牧马，被称为牧狐或牧子。至正22年十月，济州背叛高丽，归顺元�朝。至正26年，恭敏王第一次试图出兵收复丹罗，失败。尽管元朝已经批准把丹罗还给我们，但是当地人已经习惯了独立状态，拒绝回归高丽，屡次杀死高丽派来的官员。改元洪武后，恭敏王多次向民国申请收复丹罗，都被拒绝了。洪武七年八月，以明史林密、蔡斌来索马为契机，恭敏王当机立断，决定出兵收复丹罗。丹罗俨然一个独立王国，岛上诸事皆由牧狐生杀予人，高丽法规不能质疑。你是谁？你是谁？丹罗并不是这个人，并不服从皇上所说，剿灭牧狐逆贼及其头目丹罗，镇我高丽昔日雄风。七八月是登陆丹罗的好时机，时机稍甚即逝，事不宜迟。将士们，成败在此一举。锦旗明月红，小人出使大明都里，公务访问上次受封，乱了现场，一步二上旗才走下，真是天佑我高丽。有了这些明星先进科技，区区丹罗小岛，拿下它如同探囊取物。将士们，前进！我们顺利登陆明月谷了，迅速建筑坚固防御工事，积极做好各项备战准备。大兵强悍，免得百来来。第一个城必须先攻下，才能立于不败。加油！先拿我国最后保障。哎，金兵。天影夜，木秀。第一个城，先移动秀。예이동예예기혹시저요예기농부그러죠농부예농농나무꾼수리공실시이동수리공농예실시그러실시저요정동농부예기예예목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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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목수 목 목수 목 목수 준비 이동 목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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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예 대교지 목수 准备到位。
광부, 광부. 您这位将军有危险了。 저요? 목수. 목수. 先行，碰头并我。准备，目视。往。此番自然自行之。
목수. 목수.
이어져. 목수. 목수. 대기.
이동. 오! 예? 실시. 나무꾼. 오! 그러죠. 저요? 체계. 예. 목수. 목수. 목수.
Thank you.
南北朝中有一日正规足利一满，走着瞧。我们学到了基业朝廷的独门秘籍。高丽必将雄起，孤在位23年，北伐东宁，南征丹罗，开疆扩土，才有今日之辉煌。佛佑众生，壮在我高丽王朝。吾主圣明将永载史册，王上不愧为高丽中兴之主。王上万岁，这盛世如您所愿。此战功成，恭敏王完成了统一高丽的伟业。然而就在同一年，他迎来了自己传奇一生的终点。子弟卫成员也仗着恭敏王的宠信，淫乱后宫。洪武七年九月的一天，一名叫崔万生的宦官在服侍恭敏王上厕所时，透露了一妃怀上红轮孩子的秘密。恭敏王决定杀掉当事人灭口，却因为消息泄露，被子弟卫成员先下手为强。这些该死的人渣潜入恭敏王的寝宫，将他当场砍死，脑浆四溅。这样一位伟大的君主竟然死得如此卑贱，我更不能接受这样一位伟大的君主的功业被你们这群人所继承。你们宗室还有那些该死的豪门，庙堂之上的滚滚诸公，全是一群纨绔子弟罢了。如果你们能有一点点争气，一点点的家国情怀，恭敏王也不至于如此殚精竭虑，最终还不得善终。心无，我不管他到底是不是恭敏王的儿子，我都是不认的。他只配当新朕的儿子。你觉得我是逆贼啊？就算是吧。可我自始至终都是恭敏王的忠臣，是他国家的忠臣。我一定会好好继承他的一生事业，开创大韩民族新的未来，而你们就乖乖被掩埋吧。他边说边走出去，打开门，这次外面已经是晚上了。你的两个儿子已经死了，明天他们来送你上路。绞死。他关上了门，我一个人站在黑暗之中，一片沉寂。